我能有什么事儿？那我走了。干嘛那么着急啊？我都收拾完了，你也收拾一下，完事儿就是吃的了。嗯。恢复的还挺快嘛。 哇，好香啊！你在做什么？忙什么了？天哪，没看出来你会做饭啊！一个人住惯了，这油烟大，怪不得。你平常都是一个人住的吗？啊！我那么大的房子，天哪！高处就是风景好。 没有，不是，没有这个是什么？你看，就是我们家嘛。它是，天文望远镜，它看星星的。我们家里有星星吗？你比星星漂亮。你太不要脸了吧！你怎么能偷窥我呀？那你还看见什么了？我没看见什么，你又没在客厅换衣服，我能看见什么呀？我知道了，上次我们在露台跳舞，你是不是全部都看见了？你好无耻！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居然会干出这种。